展司长好。你跟我来。不必拘礼，里面请。谢展司长。请坐。谢展司长。刚才那个小孩就是你收养的孤儿。哦，定是子宁多嘴了，让展司长见笑。仁者之心呢？不比展司长，景城谁人不知您在慈善上的义举啊？行了，咱俩再互夸下去，天都黑了。你入行几年了？这打小就练，至今也有13年了。那是童子功啊！我之前在锦城没听过你的名头啊。我不是本地人，我是从阳城来的。这前几年军阀乱战的，父母兄弟都不幸亡故，就我只身一人来锦城谋生。哎，乱世之中生存不易，受苦的还是老百姓。展司长慈悲。这表好漂亮啊，这世间应该再无第二块了吧？这表是我叔叔送我的18岁礼物。那年正是宣统帝退位，到处废旧扬新，说是不再行弱冠之礼。但我叔叔认为，男子成年是个门槛，应当重视，所以就按西方的礼节送了我这块表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怎么了？啊！你们叔侄俩感情真好。不提他了，于老板，不知今日是否有雅兴，为我唱上一曲啊？我这单自个儿唱也没意义，不如今日我们共唱一曲《霸王别姬》，如何？哦，那我唱霸王。您，本就是霸王。